看。台上麦克风，音乐最精通。台上麦克风，旁路不拢有风啊。双向迎我风，分享迎我木，分享舒坤，台上麦克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文英。大家好，我是 Rita 林玉婷。哦，刚刚今天在台里面是在 TPM， 马个语文，我唔知用形容，用形容够好。佮真个无所不能。有样。无论是舞台剧、主持、唱歌、天然广播等等，真个非常优秀。唔但啥人呢？伊对表演嘅热情，还令俺哋后生跳，所以值得学习呗。所以对俺哋后生跳嘛，懂照顾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要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。嘿，今晚嘅台来宾是我们的舞台天后郎祖筠。多大幸运，无见到已经现。
老师，欢迎梁姐，两位太三岁以后，我们应该要跪下才对，大师来，不，抢筹，其实跟有你顶还呢，客家人，他其实参加 GV 嘛，其实于心唔多了解人客家成长的背景，等下来讲一下故事好。好啊，我就是阿Q 啊，阿公啊，跟家公啊，佮都带到桃园嘅观音，差不多托个小学开始啊，不用出家啦，还有寒假，阿爸阿妈要上班，就让个爹都直接丢到那个客家中啊，安度嘅阿哥啊、阿姊啊、阿妹啊，全部撩穷下。哦，安尼真好呢，真好，因为安尼吼，我都专门讲客家话中嘛。佮人姐一下吼，可是主持咩？客家节目没有主持啊，哈。客家歌跟他唱，严老师佮做球腿呗，好好听哦。佮三公哎，唐公伊咩青梅唱啦，做那电两机的就好，好冇？我就系哦，做佮嘛个来客家电视台演个演做戏个时间，好多一滴嘞。有欣赏高一点嘞，三国哎，该重赏一下。哎呀，莫冲撞的啦，一边走一边走。阿哥留那那兄啊，猫啊，好斯文啊，共发留那那勇伴，莫那。正经哦，难怪郎姐见看你，摘草就摘草，见郎眼看。哎，好听哎，郎姐，你跟他冲伞沟的时间，正经有发面，你看冇正经安尼，对呀，系啊，冇正经，冇郎眼见看，还会冲哦。冇啦冇啦。其实太家提讲，郎姐舞台剧美好，主持美好，吼，跟天阳演戏美好。其实郎姐冲沟诶，吼，早得讲伊系资深歌手，冇啦，十年了，超过十年了。就是台北一家 pub 就唱了十年，因为阿勇做的 UGV 不爱练那个嗓啊，因为做一个演员，做一个演员最重要的就是保持那个嗓，还有那个身体，因为也是演个工具嘛，就是我们的工具，要好好保养，不是我们可以唱歌的咧。一般人保养都系不用去撩，不用去休息，水果包的。冇做唔得，做唔得，做唔得，不用救咧哦，你个嗓就冇咧。生疏用，就冇咧，嗓就冇咧。嘅主唱安叫吼，咁要好唱物嘅歌，又系唔接接糖物嘅歌。从细就从头糖到嘅物嘅，凤飞飞啊、李宗盛啊、邓丽君啊，佢都系太家从细都太一定会糖到嘅歌嘛，听最多嘛，错冇错诶，错冇。佢每日来到安你节目当中，一切呢都是美好的巧合，错冇？错。这点歌，凤飞飞、帽子天后嘅歌，是巧合。好可爱又很好听的歌曲，好啊！哎，先从出来哦，后来就是即兴的，哎，最好哎，你的魔术很棒啊！世上的人儿这样多，你却碰到我，碰到我。过去我没有见过你，你没见过我，这样的机会不太多，不太多，只能算巧合。凑巧相遇在一起，相聚只一刻。我看你，你看我，相对默默无话说，无话说。偶然间，这一刻转眼就流过，是否还能再见面？再见面，只有不敢说。以后我会见到你，你已忘记我。哇！谢谢。哇，导演，这首歌根本就像一出剧一样。这首歌对我觉得这个写歌的人很抱歉，我不知道是谁，但真的写得很棒。对，你不觉得吗？对，这首歌是我们我自己啦，大学的时候我们特别用这首歌演了一个剧。周一哦，超爱听哦，这个好伤的啦，还来讲周个戏好嘞哈，唐公要周戏好，清辛苦，月满水沙莲，要给月满水沙莲哈，除了周戏，还要创下主题曲呢。
我我都老给抛弃讲起来哈，从亚个主题曲哈简单多嘞，从歌架构简单要对。没，因为亚个是水沙连水沙连出来喏，南条。南条。错啊，古说抛弃个蔬菜全部是南条啊，你看到个茶园，就东江八卦茶园给搭呗，就会开山开到韩国韩国，哇，含有重条哎。啊，做到一半，跑到一半的时，做的就要停下来嘞。你用完哦，蒙沙烟大雾，对，蒙沙烟全部看唔到，就起暗用哦。我那个阿妹讲法，阿妹就奈了，看唔到嘞。真紧真暗用啊，差不多三四点钟就看唔到嘞。真紧吼，做戏吼，拍戏非常嘅辛苦啦。动辛苦，叫戏动辛苦。给 any 节目就特简单给啦哈。我们今天在一起就是要唱歌，给亚树主题曲哈。老太太，小可讲下故事，演出来欣赏，创一主题曲好吗？一个主题曲系咁样，拍戏拍到差唔多一个月过后啊，个制作人就讲，应该有一首歌来做主题曲嘛。啊，结果我们点样帮你讨论，就变做爱来唱咧。啊，真紧哦，哎呦，按好个机会哦，啊，结果就来唱咧。一讲唔过一首歌系情歌，就讲一个什么诶？我给等，等加个佮心爱嘅年轻人，老佮讲讲佮会转来，等无，佮就结婚啊，你会转来无？你会舒心用无啊？那坐下等你哦，安样嘅意思。苦守寒窑十八年的感动，十八年就唔是等你啦。好，今安尼吼，演出有唱郎姐 V 太家了演唱亚速歌曲《Why More》好。
红绿有浪有风啊。冲向音乐风，分享音乐梦，欢迎收看台上麦克风。哇，这个舞台天后，你比欣赏内容个人家动容呢，唔但像戏个来，带来一个动特别动腔的朋友了。哎呦，动腔哦，动针。伊迄还讲啊才子，伊唱歌一听会嘛，因为叫迄歌手嘛，啊叫迄下歌，啊太敢唔滴就叫下词，佮下词下个以后呢，真是呢，啊词写得真好，个糖都几个赏，几个赏懂有感情，还有几咩德国奖，金曲奖，超从 Hologram， 超，他每次他的名字我会看到干嘛懂胎戏啊，啊很就是觉得哇这个很有想象空间，住在旷野里面有。然后有一盏灯亮起来，荒山里面有一个灯亮起来的感觉。哎呦，跟艾迪黑曼影嘞，哎你压出来分呀，凤散溜。也有几个暝，哪知会当继续乎你我的爱。加在一路行过来，目甜蜜，嘛有感慨。想要孤单一个，将酸甜苦涩掺掺做一回。岁月，咱慢慢行好过，才知影花谢路途是为着搁开的花。感谢有你陪伴的每一天，虽然也有伤悲，也会不甘。我永远爱你，永远无遗憾。
师大师也是老师好，不要讲不要讲，请坐请坐，向头向头，接好了接好了，向头向头，太搞好，哎呦哎呦，俺系风扇娘。抽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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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事情是这样子，都在黑猫跟眼睛。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一段，大概我刚发片的时候，应该十几年前吧。那时候因为音乐创作嘛，然后可是对表演一直不是很自在，所以就去报名上了郎姐的课，表演课。哎，而且郎姐不随便收学生哎，真的。对对对，她不随便收。唱片公司有认识的人，就跟我啊，拜托拜托，然后给我刚透过好多人拜托，因为一对一不好教。他就讲好啊，冇吃宽啊，好嘞。啊，结果他就懂，他很害羞。是啊，对，一直到现在也都还是。那郎姐，你觉得从他以前从上课到现在，你看到他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？我从头唔记得，佮我个教师有上过课，就是因为佮老头前懂冇强用。嗯。头前就我就讲懂点睛，懂害羞啊，唔知用用板讲法。唔过呀，他佮自家讲法以后啊，表达啊，然后还嘛个访问啊，佮我做嘛个，佮就懂台风啊，冇问题啊。现在上过郎姐课之后，金曲奖也得了，也写很多的。其实没有，后来我们又一起去美国表演。我们真正熟起来是去美国宣慰侨胞的时候。宣慰侨胞，对，我们去了快一个月，二十几天。那因为那个过程其实有点辛苦了，可是大家就建立还不错的感情，就有开心。对，郎姐一路也都很照顾我们大家，太感谢她了。老师，你看到这个才子学生没有青豆青豆的作品，太感谢气氛的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母语的演唱？我在发国语之前，我唱了很多布袋戏的歌，那也都是以台语发音的。对啊，唱片的话，当时第一张跟第二张就是国语，那后来一直到我妈妈因为生病离开了，但是她一直很喜欢听台语歌，所以我才因为这个想念妈妈，我就开始创作一些台语歌。我觉得你是真的下过苦功在研究，特别台语的韵脚在用字，真的认真的认真的觉得给他狗子下给懂后，哇，不敢，韵脚那个还有他的那个文学性，已经不像白话了，他已经有一点那种文学，也不会，他很贴近，很贴近，大家听得懂，但是他又有那个文学性的存在，就完全是。很棒很棒，这样成长，我是在说真的，真的吗？我是说真的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今天来到节目当中，方三亮先生应该要为大家来演唱一首你的母语创作嘛？这首歌叫《天荒地老》，对，国语了哈，台语叫《天荒地老》，那客语，客语我猜《天荒地老》。你在叫大楼，大楼外扑街啦！哦，那是广东话，广东话，不好意思。天逢梯楼，梯楼啊，地老，天逢梯楼，所以天地是天梯，天梯，天梯啊，那这样我记起来了，天梯。我们来欣赏这首《天逢梯楼》。你的笑容温柔微微如风，轻轻吹入我的梦中，将月色慢慢迷雾。你美丽善良我的心中，安慰着我的悲伤。你是我的勇气，对你真心依赖，因为你我呀。
老师，你们两个有在一个舞台剧里面 有一起做过一个表演的一首歌合唱？不是表演，是因为这个明华园歌仔戏团找我导戏。我怎么最近这几年路线导演做歌仔戏导演，好好笑。好好笑，我觉得我真的很佩服郎姐，什么都可以来一下。哎，结果也给伊的董神奇给文化部推增的一个戏是跨界，是鼓手给就老给陆涵秀老师的新诗腔啊，用他的诗来写歌。啊，结果下都给台语歌的时间，那就讲写台语歌谁最厉害？黄三亮又来了。对啊。我就打电话讲，我先问讲，你有喊我啊？你忙不忙啊？他说，最近刚好不忙，太好了，果然是救援部队啊！被逮到，我就说，我在做一个戏，里面有三首台语歌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哇，他永远都，他最棒的是他都不会拒绝我，他都很棒，我就觉得郎姐每次的东西都很棒。哇，跟节目当中也有唱两 V 呢，我们来合作这一首方三亮才子写的歌，好吗？陆涵秀老师的诗，然后黄山亮写的曲，直接说方了哈。大眉一通电话，我对山顶卡起一通电话，吞吞吐吐遥远的声音。问你都市有几打灯火，问你伫台北的日子是安怎过。我伫台北接到你的电话，声音带着酸涩的冰冷，明知灯火像天。明知喜欢的生活我不沉迷，问你想我到底有多少，明知想你怨念一条溪，问你想我到底有多少，明知想你什么时阵回来甲我作伙？当面一通电话，听你的声，希望伫梦中见到你的影。当面一通电话，叫你的名。希望梦中你我斗阵行。台上麦克风，旁路舞龙有风啊。冲向音乐房，分享音乐梦，朋友苏坤，台上麦克风。哇，三号了，亚比好朋友哈，唐公亲莫简单。我还想讲，来跟伊有一点渊源，然后呢，我是听他的歌长大。哈 ，and 我是唐吉聪国的编落的。
我们是从年轻时候听他唱歌，听到现在都老了。一个前辈，大家的前辈。啊，你讲起了算是一算国宝级的人物哈。哎，你黑不黑啦？哈，忙了，不要给他这么重的头衔，压坏他了。来，得去用义工堂给个狗上。哦，亚威哈真的是美声哎。哦，做得讲起，永远讲起小费玉清。不过艾巴多吉有几家个特色，伊都会模仿，他很会模仿。不过伊自家唱歌的有几家个特色。哎呀，秋来粉呀，林俊逸。感应该好嘅，用跳讲宽电视好。
可以客家天师好嘅，因为有那郎老师。哦，对啊，今晚给几飞了，郎姐、边生，听说你们像战友级的好感情。我们认识有快20年了，郎姐在2000年左右有一个舞台剧，然后《爱情有什么道理》，然后我就去参加 audition， 去参加甄选。我去了3次，差点红上，因为我不会跳舞。对，拿歌舞剧呢，然后那个舞蹈老师啊，好随便随便，我再看怎么教他，就给我启动音准啊，然后他懂会跳哦。哦，故事安尼就音色嘞，啊，唔讲呢，爱听讲，大家就好聪明。对，啊，啲严光峰韩国表演咪变做好朋友。我就两个人师徒。母子朋友，所以你讲你第二个称谓是怎么回事？母子黑真金黑母子哦，20几年前我们就认识了。永安嘞，我们一起去录过连环炮，而且郎姐演我妈。哇，都是真金的母子啊！阿妹，我嘛跟你爱。哎，六傻来冲口有一个很经典的你们合作的曲目。就是那个时候做的，用李宗盛先生的音乐做的一个歌舞剧，就是我去 audition 3次的。那鼓手那个时候的编曲是黄韵玲小姐，那我们两个人唱2首歌，但是是各自表述，她有她的心情，我有我的心情，写在一起。鼓手亚素给我编奏嘛，该爱鬼迷心窍，然后爱的代价是唱在一起的，两个同时在一个和弦节奏里面对位，同不同的情感。多年后再次相遇，错过了，我们两个错过了相爱的机会，然后多年后再遇到，各自有不同的心情。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是前世的姻缘也好。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，走吧，是你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。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永在我心中，早已没有他。我觉得这个太难了，能够这样设计 tempo 给哪里啊？因为你们不一绑尾绑一，而且各自表述，可是就有交集耶。对，就两个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。对，刚才唐俊逸冲狗哎哦，他的声音就是非常的优质，无论是唱男生的歌，唱女生的歌，都非常的得心应手。而且大家是不是特别喜欢点你唱女生的歌？就很奇怪，就是有一次我在驻唱的时候，黄小虎小虎姐去 Easy Five 探班，然后就跟我说。俊，我跟你说一件事，你很适合唱一些阴柔的歌。为什么？他说不知道，听你唱阴柔的歌舒服。哎，你恭喜了。Simon 冲的歌，我要点王菲的《红豆》，天后的歌哦。还没好好的感受。雪花绽放的气候，我们一起战斗，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，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等到风景都看透，
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台上麦克风，旁路乌龙 UFO冲向荧光房，分享荧光梦，欢迎苏坤，台上麦克风，耶！那其实我想，你们也是亦师亦友这么多年了，其实有妈发馈对郎姐，就你有什么话可以对郎姐，就你心里面的话，真的。郎姐平常真的很忙，然后我自己也忙，所以我们真的见面机会没有很多。可是每次碰到面都哇，都觉得好有亲切感，都总觉得一家人好像又碰面了。所以一有机会能跟郎姐合作，我都很开心。我也是。那我也真的很期待说持续可以看到郎姐更多更棒的作品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俊逸呢？对我来说，郎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家人，因为我的家在高雄。在台北，他就是我的家人，真是。所以我真的这样这么长的时间看郎姐下来，在他身边感受到的就是温暖，还有对生命的热情。所以我觉得，希望郎姐永远都不要变，永远对生命跟对所有的事情、对朋友都是这么热情的。真是热情的郎姐，好，跟有麦发生的松本天师姐面前，哈，有青龙影的追求梦想。我想的身边要用 V 哦，像黄山亮，他本身是学餐饮管理的，但是谁知道他在美国留学回来，居然是做音乐。你要逐梦，就要踏实，就要在人家没有看到的时候，他其实都很努力。或是说像林俊逸，大家都不知道他为了这些表演在背后所做的准备，给某办法说某，给某办法做其他的事情，就会安用更懂音整，懂音整做给想要做的事情。对，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哦，三 V 来宾哈，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热情又努力，而且坚持不放弃哦。也咪喺你台上麦克风，希望松本太家嘅，希望太家对生命当中大件事情都保有这个热情，持续学习的态度。给今咪哦，郎姐妹当当偷一束狗球哈，老师两位好朋友叫我来唱嘛，要是狗球都中暑下。哎，林声祥老师的歌，我个人非常喜欢，也很像我们。情感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种下一颗种子，然后长成一棵大树，大家都可以乘凉，对呀、啊。很赞哦！好，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，就邀请三位好朋友呢，请下位大家来演唱林声祥的歌曲《中暑》。
心